先把警察甩掉了，我会再打给你。我是一名公安刑警，保护人民和捍卫国家的财产是我的职责。当国家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将义无反顾，并时刻 做好准备。报告，厅长，有项任务要交给你。组织决定把你从刑警队调出来，秘密潜入一个特大的文物走私集团，摸清他们的组织成员 和犯罪网络，时机成熟，将他们一网打尽，保护国家财产不被流失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单线联系。这次行动代号“战斧”。是。杨洋，对不起，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我去南方找我一个朋友合伙做生意，等我回来 咱们就生个孩子，好好生活。保重，爱你的大树。
找到他，让他消失。知道了。那孩子呢？消失。我替家辉来看看你。没找到。孩子呢？死了。生病死了。那你该陪他去呀。军哥，兰姐，钱呢？
是奸货。兰姐，什么意思？就这一个？不相信我？啊？军哥，财叔介绍的人，我们都相信。不过今天，我们也想看看你的诚意。不怕撑着，你就跟我走吧。财叔的大买卖来了，石总。财叔每个月都喝茶，怎么从没提过你啊？财叔从来不喝茶。看来石总没什么诚意。咱们走。来，请，请。你吃不掉啊。送钱进来。合作愉快。军哥。我杀你全家。阿正，盯住他，交给我。阿正，你疯了！请将你们放下武器，不要做无谓的反抗。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
看来这消息啊是真的。我们有内奸。他说我们有内奸，知道吗？你别忘了，我的命可是兰姐从枪口下救下来的。石凯，你是不是连我也不信了？那你觉得是谁啊？你干嘛去了？石总，我刚才尿急，我上了个厕所。厕所。石总，警车走远了，咱们先撤吧。走。兰姐，石凯是怎么知道搜捕行动的？消息是我们故意放的。石凯集团有个文物仓库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只要找到这个仓库的具体位置，立即收网。好，不过石凯非常狡猾。我会安排我们的人假扮成买家去交易，化名军哥。明白。芳芳，我跟阿正，我们俩抽根烟，马上就进去。对对对，马上就进去。快点啊！哎，好，好。阿正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知道。我为什么帮你？帮我？帮我什么了？帮你买酒啊。谢谢啊。阿正，咱们这行真不是人干。每天都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哎，伴君如伴虎啊。文物走私是很难洗白的。是啊。阿正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
我知道你是警察，我只求你一件事情。石凯心狠手辣，要是我出事，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家人。我的家就是离西川市不远的清远市。看呀，好，这是我妈上周刚买的。哇，你妈对你真好，我妈就知道捡些旧衣服给我穿。哎，哦对了，下周几开家长会啊？周三呀，难道你忘了吗？难道父母都必须要来吗？我最讨厌我妈来开家长会了，回去就唠叨个没完。哎。萱萱，回来了是吧？说今晚想吃点什么，爸给你做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这孩子怎么了？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啊？爸跟你说话呢，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啊？不开了。为什么不开了呀？你给我站住！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那你帮我为什么要开啊？大叔，咱俩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我知道你外面可能有人了。我不怪你，至少不全怪你。如果我们能够有个孩子，你恐怕不会。但现在这样的日子，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丫丫，相信我。相信你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这些年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，你也不让我知道。大叔，你变了。我都不认识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带孩子不容易。你拿着，一个人带孩子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
洋洋，咱们两个离婚吧。我叫月明，是一名人民警察。月明带着任务来到了爱民路派出所，而之后发生的事儿，让我的一生都铭记于心。就是采访咱们所里的优秀民警。优秀民警，这所里边很多啊。顾所，据我了解，您的成绩就很突出嘛，不如先采访您吧。哪里哪里，什么成绩啊？都是为人民服务。进来。顾所长，一名烧烤有人闹事了，还是那两个小混混。大江他们呢？一大早就去执勤了。让老陆去吧。是。咱们继续。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呀？说吧，怎么赔偿吧？老板，哎，陆哥，赔偿多少？哎，陆哥，都是小孩，算了吧。来来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你们两个兔崽子呀，天天出来惹是生非。说吧，谁先动的手？我俩没动手。没动手？碧仙哪来的？是不是又撞树上了呀？没来着。那个寡怂，干什么？没完没了了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，你们的行为已经违了法，知道吗？我拘你俩个四五天，把这算清的。叔，叔，你别拘我，我俩等着回家一块儿给他送饭呢。叔，叔，我错了，我不打架了。赔偿是必须要的，怎么样？身上没钱。叔，我身上也没钱。叔，要不你借我点钱，我给你打个欠条。行了。老板，哎，你过来一下。我这儿呢，有500块钱。拿着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陆哥，我怎么能要你钱呢？今天事儿吧，我责任倒霉了。哎呀，你这做生意的也挺不容易的。来，拿着。这是啊。谢谢陆哥。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帮老板收拾干净啊！以后都给我长长记性啊！收拾干净点儿。你为什么老跟着我？您误会了，您是陆警官吧？你是谁？我是省厅派来咱们所学习的，我今天刚报到，叫月明。我怎么相信你？别走。月明同志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可以去我办公室吗？我这不想采访您吗？采访我？不必了。老陆，这是前几天打架斗殴事件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嫌疑人已经被拘留了，这是询问笔录。那行，那你忙吧。老崔，开车慢点啊。陆警官，
店名，啊，朋友刚送的，我借花钱还了。哎呦，这两天我女儿啊，还就是吵着说要吃樱桃呢。那太好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了啊。啊，对了，从今儿以后啊，别再叫我陆警官了，就喊我老陆。哎，老陆。老陆人很好，也很照顾我，我很快就和他成了好朋友。但我时刻提醒着自己，肩上的使命。看着灯火通明的夜晚，我隐隐感觉到，这就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。女儿很漂亮啊，挺像你啊。啊，哎呀，女儿是爸的小棉袄啊。我写的这篇报道还不错吧？啊，挺好，挺好。走了。组织已经发现了石凯文物走私集团的跨国犯罪事实，和他秘密培养多年的国内文物走私网络，所以组织决定重新启动战斧行动。杨树明同志，你的掩护身份是江口市爱民路派出所民警陆建平，组织会给你介绍信，任务是代职工作在派出所，等待时机，将已经逃至境外的石凯引回并抓获，最终摧毁他的跨国犯罪文物走私集团。先生，
今天带姐姐看看二老。什么时候再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这事儿让手下兄弟去做就行，让他怎么死都可以。他怎么死我不管，但必须我来驾驶。真没想到阿正居然躲在那个地方。陆警官，这就是你的孩子。为什么不先杀阿正呢？不够疼。你好，这地方不能停车。好好，马上就走。把车开走。嗯。
回家。不！啊！跟我好好说他们干什么的？干什么？你到底要不要学好？我就愿意和小公主在一起耍。我就是也是没娘养的。站住！别跑！老陆，谁开的枪？站住！枪了！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你爸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，很严重。你先别着急，医生正在全力抢救，你爸他一定会没事的。那我爸他还能醒过来吗？放心，你爸爸一定会没事的。郑伯伯向你保证。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个凶手特别狡猾，反侦查能力也很强，我差一点就追上了，可是还是跟丢了。歹徒光天化日对警察开枪，一定是早有预谋的。我已经向市局汇报了，接下来会全市搜捕可疑人员，地毯式排查。郑所，让我也参加吧。不行，你是省厅派下来学习的，你又太年轻，这个案件太危险，我要保证你的安全。可是，所长，刚才市局负责刑侦的刘副局长来电话了，他们半个小时后到咱们所里。走，回所里。
这两位是市局刑警队的同志，主管刑侦的刘局长大家也不陌生，都是老朋友了。刘局，开始吧。好。根据目前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，这是一起有预谋、有目的的恶性枪击案件。这是弹道专家刚刚传过来的数据分析。嫌疑人使用的是 USM-191A1 型 0.45 口径军用手枪。根据监控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嫌疑人身高1.78米左右，穿深蓝色上衣，有胡须。目前没有办法确定其真实身份。我们要加大这个区的排查力度，从外向内缩小排查范围。是。阿征就在这家医院，不过有警察，不好下手。那就让他再多活两天。阿征，石总，咱们换个地儿吧，这有点腥。想办法进医院。去医院。爸，你醒了，疼不疼？爸，没事儿，我不疼。老陆。人抓住没有？跑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陆，你可吓坏我们了。老张，我没事儿，我命硬着呢。老陆，这两天让孩子陪陪你，所里会派人保护你们的。谢谢。
萱萱不哭，她没事儿。爸爸，萱萱错了。不哭，啊。爸没事儿。今天我就带他来见你。我们什么时候走？兄弟，你走吧。兰姐，我等了一天，也等很久。老陆，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啊，其实沈凌。刚才怎么回事啊？刚才那个医生有问题。追到了没有？没有。小张，啊，我问你儿萱萱在哪儿？萱萱给你打饭去了。不好！老陆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得去找萱萱。老陆，你现在不能出去！你干什么？请你给我让开！
老罗，你不能离开医院。哎呀，你身上有伤。月明，萱萱是我的女儿，她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。你饶不了我，我也不能让你去。市局领导刚走，嫌疑人就明目张胆潜入医院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，公然和公安机关挑衅，藐视法律。我们这身警服绝不允许。排查工作有什么进展？哦，还在查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陆建平的女儿萱萱。如果她真的被劫走了，现在的处境应该非常危险。从目前掌握的情况上来看，嫌疑人一共两名，一名假装医生潜入病房，试图对陆建平下手，另一名呢躲过了民警的监控，劫走了陆建平的女儿萱萱。看来啊，他们是做好了两手准备。嫌疑人可能是想通过萱萱来要挟陆建平，使他失去警方的保护，好伺机下手。很有这个可能。我建议立即监控陆建平的电话，联系市局请求支援，通知特警队随时准备出发，继续扩大搜索范围，坚决不能让嫌疑人得逞。是。向前看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。月明，战斧行动是一次特殊的秘密行动。你既然是协助我的，我希望你配合我。你说，石凯现在要杀的人是我，我必须一个人去，否则萱萱就会有危险。需要我怎么做？第一，马上上报，立刻增派警力。第二，从现在开始监听我的手机，我来做诱饵。我们必须知道石凯挟持萱萱的具体地址，一旦获悉具体地址，马上行动。第三，你估计石凯会暗中监视你，所以你必须甩掉我们的人，逃离医院。对。有没有？这颗子弹曾经救过我的命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，希望他可以给你带来好运。这次派你去爱民路派出所，实际上是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，暗中保护陆建平同志，并协助陆建平同志抓捕石凯。是。月明，石凯已经丧心病狂，为了减少伤亡，我会先稳住石凯。这次行动很危险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接到上级通知，我立刻赶往特警队接受高强度训练。我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硬仗。作为一名文明警察，这是我的使命，无论任务有多艰难，我都会完成任务的。萱萱，萱萱，先把警察甩掉吧，我会再打给你。喂，喂，报告所长，刚监听到嫌疑人和陆建平的通话过程，嫌疑人绑架了陆建平的女儿，让陆建平一个人去见他。地点说了吗？没有。石总，把这小妞干死得了。十多年前你就该死了。
杨树明同志，组织决定引石凯回国，战斧行动即将收网。他一个人，后面没有尾巴。好。什么？陆建平从医院跑了？注意监听电话，一有消息，立即行动。是。东废弃工厂。喂，喂，师傅，去城东废弃工厂，快！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这次一定要让他们一网打尽。所长，刚才听到陆建平的电话，绑架人质的地点是城东废弃工厂。我知道了，一有情况马上给我汇报。好的，好的。大家先停一下，再说一遍。刚才听到陆建平的电话，绑架人质的地点是城东废弃工厂。地点准确吗？嫌犯是这么说的。废弃工厂，出发。
门锁了吗？都封死了。爸，别动。阿正。哦不，陆警官，好久不见。我一个人来的。把我女儿放了，有什么事就冲我来。把枪放下。不要，爸，别。放下。爸，我。跪下。跪下。去看看。就这点本事啊！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跑不了了。放了我女儿。你也跑不了了。别开枪！我求求你，别开枪！别开枪了！啊！石兰是我杀的，你有本事冲我来，放了我的女儿。
你女儿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她不是你爸，你，我，我，还有她，孤儿。爸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受害啊！不可能，给我解决吧！住手！把枪放下，这里已经被包围了。那就同归于尽吧。别乱来，冷静点。把枪放下。十几年前他都该死了，我到现在已经赚了。放开他，我来做人质。我讨厌你，打死他，我放了你女儿。打死他！我打，我打。第二组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群众都疏散好了吧？都疏散好了。郑总，现场的情况比较复杂，嫌疑人应该就在西边的仓库里面，不过入口已经被封死。好，知道了。妈妈没死，快走，来不及了，快带萱萱走啊，走。老陆，萱萱，不走，不走，走，爸，走。
杨树明同志是我们警队的骄傲，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公安事业。作为一名人民警察，杨树明同志时刻保持着昂扬的斗志，对人民群众满腔热情，保护人民群众和国家的财产以及生命安全，用实际行动彰显着公安精神。这是杨树明同志的荣耀，更是我们人民警察的使命。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，他是真正的英雄。走吧。嗯。天天有牺牲，时时有流血，是和平年代人民公安队伍的真实写照。对党忠诚，忠于祖国，服务于人民，是人民警察始终不变的信仰。一个国家的安定，一个民族的繁荣，离不开人民警察所肩负的责任。穿上这身警服，我就时刻准备着守卫秩序，保一方平安，临危不惧，甚至付出生命。让希望用微弱的勇敢将命运擦亮。或许我们曾经忙着流血流汗冲撞攻防，人翻不过心中的迷惘。或许我们满身是伤，背着理想，背着批判，结果不是想象中风光。哪怕这世界现实的灰暗常常会让我们看不清真相，谎言不能阻挡，不能隐藏，不能妥协，不能退让，热血的重量，真心的辉煌。最强的黑夜总会等到天亮，轰轰烈烈洒满一夜星光。我们也许都平凡的闪着光亮。寒夜漫漫，岁月苍苍，回忆芬芳，一站过一站的走，遗忘身在何方。不管乱世里还有光，笑悲伤，让希望用微弱的勇敢将命运擦亮。或许我们曾经莽撞流血流汗冲撞攻防，人翻不过心中的迷惘。或许我们满身是伤，背着理想，背着批判，结果不是想象中风光。哪怕这世界现实的灰暗常常会让我们看不清真相，谎言不能阻挡，不能隐藏，不能妥协，不能退让，热血的重量，真心的辉煌。最强的黑夜总会等到天亮，轰轰烈烈洒满一夜星光。
要看着曙光，宁愿孤单也要在这荒唐，宁愿疯狂也想坚持属于自己的信仰。哪怕这世界现实的灰暗常常会让我们看不清真相，谎言不能阻挡，不能隐藏，不能妥协，不能退让，热血的重量，真心的辉煌。再长的黑夜总会等到天亮，轰轰烈烈洒满一眼星光。我们也许都平凡，也该平凡的闪着